在我们就来啊，讲会幕里面的这个金灯台，请你把灯台打出来。下面是灯座，然后真正的灯台呢，这一根叫做灯杆，这个就是基督啊。然后呢，六个枝子出去啊，七是什么呢？一加六，就是中间这个呢是神，旁边这三个呢是人，就七就是神加上人，神和人一同做神的见证，就是金灯台啊。所以你记得啊，主在地上成功救赎，做了一切，但他到末了他只向神负责，所以他第四个完全是向着神的啊。第一个啊，他有悲秋花，然后呢长一个球，这个球呢就长出两个干啊，又一个悲秋花，又长出一个球，又长出两个干，又一个悲秋花，又长出一个球，又长出两个干，最后呢一个悲秋花就完全是向着神了，能清楚吗？所以它有四个，我们呢就是三个，人呢就是一个两个三个，人是三个，这个干呢是四个啊。灯台的座与干与悲秋花都要结连一块垂出来，这是外表是打出来的啊。灯台要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啊，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枝上也有三个杯，也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你注意啊，前面都是三个杯，这里是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所以你注意啊，这是一朵花，然后有一个球，然后再是一朵花，然后有一个球，能不能清楚啊？它的描写很特别啊。所以他说啊，36节，球不是花，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站，既是要点着灯，是灯光对照，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解释的。什么叫对照？这边三个都是对着它，这边三个都是对它，这是一个对照。另外一个图啊，这里是另外一个画法，就是啊，它这个金灯台怎么做呢？它是好像六个角出去的，都是对着中间的，这是另外一个画法，应该写从哪里摘出来的。我们在预备找了这么一幅图画啊，就说出啊，这个灯光对照不容易，可是它也解释，后来他还有解释法啊，就是啊，他这个灯盏是活的，所以他可以对照着，一同对照着一个特别的需要。他是活的，灯盏是活的，你可以把那个灯光啊向某一个方向摆，说是什么呢？教会是活的，完全围绕着基督。可是当有一个需要来的时候啊，众教会的光啊都往那个需要去了。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得，也很有意思啊。多重呢？这个一他连得记不记得？我给你恩赐了，一个人一他连得，一个人两他连得，一个人五他连得，一他连得多少？40公斤。他说你记住啊，要谨慎做这些啊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这样行不行？我就念给你们听吧。在会幕所有的器具中，灯台应该是最有神圣艺术性，却又是蛮有意义的，就因为它非常美，非常美。你看这个灯台就能感觉它非常美啊，你就会觉得 very meaningful， 就是每一个点，灯台中的每一个点，从一他连的开始，都叫你感觉哇，这个是连于我的一生的，这个是连于我的生存的，这个是连于我的成长的，这个
是连于我生命成长到成熟的，这个是连于我在地上的见证的，这个是连于我的运作的。你会感觉主啊，我再也没有想到一个金灯台能够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意义啊！迷人，他迷人，富有吸引力。你想想看，一塔连的金子打出来的，应该不会小了，因为它一扩张就多少倍嘛，应该不会小。富有吸引力，美丽，而且这样呢，可以完全的被经历。比如说啊，为什么一是可经历的？为什么做是可经历的？为什么有干是可经历的？为什么有六个枝是可以经历的？为什么有背有球有花是可经历的？为什么背球花以后又长出一个球来生出两个干是可经历的？然后怎样呢？为什么是三个背球花和四个背球花是可经历的？我告诉你，你会觉得主啊，我简直不能相信啊！整个金字塔每一个点都是连于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我们若是长得好，这些和我们呢都是有绝对的关系的。第一个，它是什么呢？金金所制，金金就是 pure gold 的，纯金的。从它的座呢长出干来，旁边伸展出六个枝子，上面有四朵杏花，其中三朵呢各长出两根枝子，每根枝子啊都有三朵美丽的杏花，干和六根枝子上面有七盏灯。你来看一看这个图画，你觉得哇，太好看了。现在听说以色列的一个什么博物馆放了一个因这个他们想象中的金灯台，是纯金做的。不过我看了一下，不合圣经。那我现在不懂，以色列人做的东西怎么会不合圣经？因为他没有被球化，就从弓就上去了。我想大概是没有人有这个技术，就是再来打打不出来，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打出来。谁能想到这美丽的灯台象征什么呢？三一神神圣的工作。说是用什么打的呢？神自己，神自己是那材料金金。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那个形状。这形状，这个形状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基督经历了一切的过程啊，产生了这个形状。所以神说，我就是源头，我就是金。主说，我就是经历，我就是那个形状。然后灵神说，我就是那个光，发出光来。所以啊，有神自己，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有啊那个七盏灯的相互照耀，灵的光照。这灯台指明啊，基督是独一的主杆，懂吗？中间那个就是独一的主杆，不要把这七个混起来啊！为什么不要？中间这个是有四个被球花，懂不懂？而从中间的三个长出了六个枝子，这其他的枝子它没有再长出去。同时呢，它只有三个，意思就是它经历三一神就够了，它经历三一神。基督所播，我不仅是三一神，彰显三一神，而且当我是唯一人的基督的时候，我是完全向着神负责的。所以到第四，四是什么？四是受造。我说到我受造这个部分，我这个被球化呢，是完全的向着神的。下面一段，这灯台是神所设计的，而且有两个精工巧匠，就是有两个人非常会做，对吧？这两个人，我听史伯克丁讲一篇道，我很年幼的时候，史伯克丁讲一篇道，就说，他说，比萨列和亚赫利亚伯，一个是比萨利，一个是亚赫利亚伯。我还记得史伯克丁讲那篇道的时候，我坐在那，我还记得他那个表情。这两个就是预表基督，就是那巧匠来建造神的教会。哇，那时候很有感觉，感谢主啊，基督就是那巧匠来建造神的教会。但是啊，我不太懂他这个巧匠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现在我来解释给你们听。这比萨利什么意思呢？比萨利就是啊，在神的荫庇和保护之下。那亚赫利亚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父的帐篷，对吧？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比萨列的意思就是我是在神的荫庇和保护之下，亚和利亚伯意思是父的帐篷。那个是什么呢？巧匠啊，就是预表基督了。因为基督在做一切的时候啊，是在神的荫庇和保护之下。我觉得好，阿门不阿门呢？连主自己，连主自己来建造教会了，连主自己来成功救赎了，连主自己来在地上生活为人了。他都说一件事，我不离开我的父，若是没有我的父，我就不能做什么。父是在我的里面，我是在他的里面，我和他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我是在他的荫下，我是在他的遮蔽之下来活出的，活出啊一个健康的为人。我是在他的荫庇和保护之下的。然后他说产生呢，又是为着父的帐篷。所以啊，他来了，他说化成了肉身了，就自打帐幕在我们的中间。到末了他就称为啊真帐幕。记不记得希伯来书怎么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帐幕。他制作的结果就是个灯台啊，制作的结果就叫神啊得做安居的所在。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神啊好像不那么能安息？基督已经成为一切了嘛，对不对？基督讲的话，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想想这句话还得了？我们根本不懂，你懂不懂这句话？我跟你讲，你到一个小公司做经理，下面两个人，你就很生气了。因为你进门的时候就有两个人跟你讲，张先生早，因为你付他薪水啊，他不想找你，把他 lay off 了怎么办？他张先生早，他是主耶稣是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啊，我们不太懂，把什么叫做他成为那个真帐幕，什么叫做他成就了一切，什么叫做在他里面一无所缺，什么叫做在他里面无所惧怕，什么叫做有他就有一切，什么叫做因着他我们所有一切都满足了。我们不太懂，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你要感谢神呢啊，他成为啊父的帐幕，为着神的居所，为着神的见证。自从呢这个帐幕啊要指向新耶路撒冷。不仅这样啊，就讲这个智慧的工作巧匠。主耶稣又是什么呢？主耶稣又是智慧的工头。他说是他是个工头，主耶稣是个智慧的工头。然后使徒保罗呢，他也说了，我就是一个智慧的工头。他说我好像啊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基督自己，基督自己就是根基。立好的根基就是把基督介绍给你，把基督供应给你，把基督分赐给你，把基督带给你享受，把基督带给你经历，把基督带给你来这个经营。然后怎样呢？保罗就说，我就是那个智慧的工头，把基督给你们。那我们怎样呢？我们就要在啊他的里面像巧匠那样来建造。你说我才不是巧匠，我是笨匠。神就问一个问题了啊，到底你有没有神？到底你用什么来建造？因为教会中只有基督。每日一个诗歌那做得很好哎，我现在天天都会看生命永流，天天都会看听那个生命诗歌。生命永流我找有没有我的信息，有我信息我就听。现在发觉十五分钟就可以听一篇，我也知道我到底讲什么嘛，我也知道长处缺点在哪儿，对我有益处。有时候也蛮享受的，听的时候哎呀感谢主讲得真好，有时候哎呦怎么讲成这样了。那这个诗歌呢，弟兄编的嘛啊，他这个文笔啊很好。我们再回来啊，什么是神所设计基督所产生的灯台呢？这灯台啊就是光的背负者，就是光是借助他出来的啊。盼望神盼望个人成为灯台，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啊
圣经称为他们为两个金灯台。神也盼望地方教会成为灯台，就好像什么，主耶稣是行走在七个地方教会中，他说是七个金灯台中，如同耶稣啊行走在七个灯台、七个地方教会中间。出埃及记啊记载灯台构成的过程，首先是啊基督在地上所经过的，其次是基督如何为着神的见证复制他的自己。你现在回来啊，你有没有注意每一根杆都一样，每一杆都是金的，都是有贝丘花贝丘花贝丘花，它也是贝丘花贝丘花贝丘花，完全是复制出来的。所以主耶稣第一个他自己啊就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他在地上复制他的自己。我愿意告诉你啊，这个复制啊是最难的一个东西，复制啊是个最难的。比如说啊，我们讲儿子像父亲，因为父亲天天影响儿子，儿子多多少少成为父亲的复制。可是外面呢他可以像，长得可以像，动作可以像，说话的方式可以像，可是他的琐事不像。主耶稣现在来了啊，我要得着金灯台，一面来说我要得着得胜者，像得着摩西这样，像得着以利亚这样，不仅这样，我要得着一处一处的地方教会啊都是我的金灯台，而这些地方教会啊都是我的金灯台啊，乃是我复制出来的。哇，现在就感觉啊不是那么浅了，不是一般基督徒来在聚会，不是一般基督徒来在一起有人讲道大家听，不是来在一块唱唱歌，不是的，乃是啊基督在里面不断的复制。哇，这个复制就不简单呐、一面来说啊，我在神的怜悯里服侍你们，你们多多少少受我的影响，我很感谢神，你们不是我的复制。如果你看来在一起一下来了一千个猪桃酥，那还得了，对不对？你们不是我的复制，但是啊，受我的影响。主耶稣呢，却要说了啊，我在猪桃酥身上我要复制，我在你们弟兄一个个人身上我要复制，我要把我做到你们里面，我要叫你们像我一样。如果我是有杯有球有花，你们也得有杯有球有花。如果我能球能接触自己来，你们也要成为球接触自己来。如果我是金金让神吹打，你们也要是金金让神吹打。如果我除了神之外一无所有，你们也要除神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就是神的复制，我要把我复制出来，我不是找一般听到的，我不是搞人数，我是要做我的 reproduction， 我是要叫教会啊成为我的复制。教会就是基督，教会与基督一样，教会像基督，教会活基督，教会代表基督，教会见证基督，教会的构成是基督，教会的内涵是基督，教会的存在是基督，教会的彰显是基督，教会的流露是基督，教会在这里，基督就在这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复制。所以我们要清楚啊，他喜欢呢复制他自己。每一个爱主的人，每一个团体的地方教会，懂了，每个地方教会或者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爱主弟兄姊妹和许多弟兄姊妹的地方教会，是的，每一个，是的，每一个，换句话说没有例外。我们这里没有猪桃树会，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这里没有某个人会，我们这里没有属于某一个牧师，没有属于某一个先知，没有属于某一个老使徒，我们这里乃是基督，我们得的是基督，追求的是基督，爱的是基督，追求的是基督，愿意享受的是基督，活出来的基督，彰显出来的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复制。这个灯台最美的就是告诉你，凡是不是出于基督的，他都要把它吹去，他都要把它打走。凡是你里面你所有的，你天然所有的所能的，他都要把它出去，好叫我们成为啊他的复制。